Hello， 粉丝们，我是悠悠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铁轨复制机，加上它的包装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去做吧。我已经把材料都弄好了。那，我为什么会做呢？因为我有双萤幕，对，我双萤幕的图片，对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有双萤幕吧？你们可以去追踪我的粉丝团，趁机推销粉丝团。我粉丝团呢，就是左下角这个94游风94，对。那我们的房子预定地差不多就在这。会不会有点远啊？应该是不会。那最近我原本想说认真生存歌9点拍，因为观看次数很少，对。可是你也知道 ，YouTuber 不能为了观看次数活嘛，就是不能哪一个观看高就拍哪一个，要看自己喜欢玩什么。我是还蛮爱玩认真生存的，所以对。然后又加上最近有一个朋友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没有在拍《认真生存》啊？你的《认真生存》很好看。”大家就所以我又回来拍了。那现在 Minecraft 也在下大雨，那台北这边也是狂风暴雨。我要去上学的时候都就是鞋子都很湿，真是。那对了，我整地时候。大家也先到影片滑到下面，然后去点订阅吧。对，谢谢喽。希望我赶快100订阅，我有要办一个抽奖，应该是正版麦块吧，应该是，对，或许，或者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在最近这些影片下面留言，都可以那个。都要在下面留言，你有没有正版 Minecraft？ 对，想要问一下，看看我这观众到底是不是就是有正版 Minecraft 的？因为如果很多都没有，那我应该会想要抽正版 Minecraft。那如果很多都有了，那这样我应该会抽那个 Hypixel 的 VIP 吧？你知道你们会比较想要我抽哪一个？对，那这里。就会是这个，这里我们要放箱子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先来做一个工作台。我捡到史莱姆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放一个，有没有比较漂亮的方块？好像没有，用这个丑丑的东西吧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史莱姆砖，这样。这样做一个奇怪的形状啊！我们还需要那叫什么粘性活塞啦！哎呀，忘了。那我上一集说我们就是要铁轨连接去村庄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那个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来做这台机器，对，所以。现在是这样，然后我们要先走上去，然后这样，不是，没下雨了，啊，好痛，好痛，痛，这样，好，好了，那再来要怎么做呢？好像我们，我是一个以一个。实验的心态啊，因为其实我看的图看的不是很懂，对，那好像是啊，好痛，我们先把它接下来，还有泥土吗？没，好，那我们用这个，这样接下来，好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连闪器，对，
原闪器要怎么做呢？嗯，好像是，我们住在这，然后原闪要怎么做？我记得需要红石火把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人说我的看我的影片感觉会卡，哎，会吗？你们觉得如果会卡，在下面说一声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解决。对，那，成功了，哎，坏了。又坏了，哎，阿尼，这样，对不起，我是 Minecraft 白痴。哎，成功了，没有坏，欸，好棒，啊。那，哎，我成功了，欸，酷毙了。那好像是可以调它要不要动。哎，我成功了，欸，好棒哦，好玩，好玩。好玩，好玩，这好玩。好了，我马上成功了。那我觉得这香草像没有用，欸，来包装它吧。这部影片应该蛮长的。就结果一下，我们之后只要像这样，然后把我们自己盖起来。哎，门，这就变成一个类似挂机式。好，上面放一个方块，然后我的控制杆嘞，哎呦，哎，好快啊，是还不错哎，好，我知道要怎么了，我们就。哦哦哦，等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放上我们的控制杆。哎哎哎，我喜欢。那我们再来个奢侈的石头。好，这样停止挂机，开门，进去，开始挂机。好，那我就在这挂机之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。然后什么？影片下方点喜欢，对。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追随我的 FB 和 IG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